能听见吗？能听见？哎呀，老师拉好，的真好，你那个揉弦什么时候教给我们啊？一步一步教啊，肯定能教给你们。那个什么，那个安娜拉一下好吗？但是好的，你这个看不见你二胡啊。看不见，这对，这样呢？还看不见。你身体呀、啊，再往这边坐一坐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往这边坐一坐，往这边。好，你拉吧，我主要听你声音嘛，你拉吧，看不太。我得看谱子。现在能看清楚，这个最好。谱子又掉了，哎，真是。拉的挺熟练啊，但是有一点呢，就是挺随意的。随意的，拉的不规范。怎么叫挺随意的呢？第一呢，这个功法，没按照书上去要求去拉哈，功法，因为它是什么连线的地方，凡是连线的地方你就得拉一功，不是连线的地方就是分功，这个要清楚。再就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啊，就是这个时值问题，就是个每个音符的时值多长，拉的不够准确啊，尤其是在附点的附点音符啊，附点音符呢，你看这个你嗦咪嗦咪瑞哆瑞咪嗦咪瑞哆咪瑞咪嗦。不是咪嗦，咪嗦，这不在附点的吗？像类似这样子的，对了你再来一遍这个，这把对了哈。再就是两拍的地方，必须得拉够两拍。你有时候拉的一拍半多一点就变坏了这是。再就是呢，有的音符连，就是说。本来下一个音符吧，重复和前面的音符是一样的，体现不出来下一个小节的这个同样的音就是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啊。这个那个谁，我刚才说这些啊，你要注意。另外呢，还有很关键的东西啊，就是你要把它唱准了，把它唱准了之后再拉。好的，明白吗？好，夏明那白了，个谢谢谁？老师。那个朱姐，打开你的音，我打开了，你拿一下听听，看不着你的二胡啊，看不着吗？
看不着，我是我是你也不能这样坐着就。哎，对喽，哎，再往后一点就能看见，往后一点。这就行了，那我再把往这个，我把这个头递下来就好。哎，对喽，你把这提头提的立立，就是平，就是竖起来，就更好了。什么叫竖起来？啊，对，你这是立立。这就行了吧？哎，对喽，这行了。往前点吧，要看不着字。就行了，就再往前往前走。行了哈。对。嗯，把这个拿起来。要不然啊，他直门往下秃噜，还摁不住，弄个第二遍。不对了。扫是往里呀，是推弓啊，不是进去，对号。啊。他那个和那个改了吗？不又照那个书又改过来了，结果给我弄糊涂了。
有点后期就不行了。好，我跟你说一下哈，朱姐，这就说明你呢没怎么没有练。练过，就这一种，啊，最起码连唱都没唱过，就是说你一天能拿出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这半个小时，我觉得应该能出来啊，这半个小时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是什么呢？就是原来没改吧，按照原来指法还行，这一改吧，我这就我还得而且现改过去。熟练程度啊，就是能看出来，对这呀，个熟练程度就能看。你要如果能练半小时的话，不是这个情况，就练10分钟也不能是现在这个情况是啊。啊，没有练过，我再重新，下次完了改之正。后，再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弓呢，弓呢，你要知道是走的角度和线路要对了，你就给的这个弓的施加压力不用那么太过大，这个曲子没有那么强的音，就是你要为什么你出来那个音，咯咯咯有点咯咯咯咯咯对呀，这个声音，所以说呢，你就是自个线路自的个的，块的问题。都有关系。但那个我教你的时候啊，你就是没怎么太拉认的真的，时候就忘了，不是拉的时候就忘了，而是平时练的太少，是吧？好，就是那我老这忘。心里再怎么想呢，你肌肉的记忆力它不在那，没有用，怎么一回事天半小时就行吗？啊？你能练半小时就行，好，非要那求我求那坚么持，我一快定的要话。看着点儿的，一天能不能坚持半小时？然后呢，你半个小时呢，你把这个，这么划分，15分钟之内呢，练练运动，练练这个音阶音准，15分钟之内，那半个小时呢，把这个曲子练的，肯定就不一样，不用多，你就半个小我时就现能。在这个曲儿都倒是会唱啊，问题是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是拉弓啊，是推弓啊，这一改过来，哎呦我天呐，就完了，就觉得自己就像不会了似的，你这就你本这身就是练的不够。你我说这就半个对小不时啊，上，我跟你说这半个小时啊，完了之后15分钟之内，完了硬功加上这个音阶音准的练习这两项，完了之后再练曲的，对不对？就肯定不是这啊，这个我就扯到这里啊。你这个音准你不好啊。我再拉一遍，你们听一下啊。好。后边这不写个渐慢吗？
那个地方要渐慢下来啊，这个地方，你看。那么最感觉能突出出来一些慢的位置呢，就是在中小节的第二拍，我们更明显一些啊。最后那个咪嗦咪来哆，那个嗦你是拉的是内弦是外弦？最后那个我拉的是那些，内弦哈啊，那就往下穿手指那个，来哆来咪嗦咪来哆我就拉了后边两小节。啊，拉哆嗦拉哆拉嗦。对呀、啊，你那个哨怎么摁的那么自然？我还都费挺大劲儿，还特意去摁它，完还摁的硬。才拉了几天，另外听说还不对。我下个星期争取把它拉成曲儿。好，再就是我和你们俩，你们今天就你们俩上课哈。再就是我跟你上次说了，上面这个咱们开始进入主旋那个曲子的时候啊，咱不讲伴奏啊，前面是那个前奏，不讲那个啊。你从咱们开始拉的第二小节，最后有那个 re。记住上面那个就是这个线呢，上面这个打的波都有浪，你波说的浪线，啊，那就是搭音啊，对收音对，是你怎么拉的呀？啊，就点一下就行了。我都教怎过么？你，啊，你就是这样一下那个，就这么哎，点一下。那波这个浪，不那教我过你看你那都是这样颤颤的呀，你刚才拉那些，我再拉进去啊。嗯。对呀、啊，你看，这么颤的吗？你这是那你，上之后再打那个咪，打一下就行。咪来哆咪来，你这是打咪。这个第二也小是。节那个来上面有个打印，是打在咪上哈。对，就是把 re 摁上之后，你看 re 先出去。来怎么办？现在人。咪来哆咪来来来，这样的。不是你呗，re 咪来。不是声了，咪来来。打两下，打一下不是吗？我唱的不就是一下吗？re mi re，那你有 mi 啊？re 唱了两哆咪来，哎，先摁咪上 re 来，之后，但是它这个 re 你看咪咪嗦咪来哆咪慢了点啊。就是一摁上 re，马上就打 mi，摁上 re 就是。咪嗦咪来哆咪对了，哎呦，这有点像不跟趟似的啊，好像后撵似的。这样是这样，啊，咪来哆咪来，咪来哆咪来，这样式哈。来，这个咪呢要打的要快一些，咪再就快一说点。好像来出来以后就打吗？啊，对了。对。就先练这个。
想卖吗？就觉得像是卖似的。练练就知道。出来来就应该打，是吧？打这个腻了，要速度要快，就是能听出来就行了。你听我啊。多长时间你在打？刚出来就打？就计算时间呗。啊，就是咪来哆咪来，还是咪来哆咪来？咪嗦。啊。又不对。哆咪来。找到了，知道了，杠一摁上就打，杠一摁上来就打，是吧？对对，啊，你还有那个哆哆来咪嗦咪来，我看你还在那颤的那个手是怎么事儿？这不会啊？揉弦就是在不抬起来呗？不是揉弦呢。你不对，你是在哪场？我反正我听的是有那个是颤颤那个声音，在这。嗯。大咪。怎么猜猜你怎么就觉得不、我怎么就不会猜哪地方动态听见哈，听见了，这样就看那个刚才我给你们俩点就是点评的有些问题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注意。完了之后，咱们现在这个学那个进行下一个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这个指数啊，这个搬到八页，第八页。第八页，秋叶不是吗？
第八页。第八页，秋叶。嗯。秋叶不是原来是拉过吗？秋叶。啊，对，是不对。拉过了，咱们。好。那个谁？李稍稍，是不是这个？对。啊啊。咪嗦嗦，来嗦嗦，哆哆哆，来咪嗦嗦，嗦哆哆，来哆哆，来哆哆，来哆咪来。你唱的挺熟练的，你就拿一下。啊？你唱的挺熟练，你就拿一下。唱，要像唱的就容易了，这要拿就费劲了。那我先拿一个吧。好，你拿吧，我看。这是会唱，就是这个曲儿，拉弦就是真的。咱们上次学过是吧？啊？在上次学过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学过。那个谁，安娜拿没拿过？拿过吧？安娜把声音打开。拿过。安娜拿没拿过？是拿过。他怎么拿的上怪下连呢？我就接不上溜，他就接了一气。行，挺好，拿的挺溜的啊，但是就是动画就没空出来啊。好，嗯，那这个就过了啊，咱们拿下一个没拿过，下一个没拿啊，对，接下来了啊。哆咪嗦哆啦哆啦嗦。那个，咱们先拿一个上面，完之后再拿下边啊。上面我就不用唱了，我拿一个听一下啊。这个也是，上面就是主要是拉贝斯啊。四分之四拍的，来，这个空拍，嗯。啊，声音好像不清楚。那个弟弟拿一个声音好吗？我拿听听，上面那个。啊，对，拿上面。
行，就是一定要把狮子拉够就行了哈。嗯，行，这个对安娜来讲还是很简单的啊，不拉也可以。咱们现在就拉下面啊。老师，我觉得你那个音响好像是哪个地方原声没全开，听不着吗？能听到，但是声音不是那么理想。能听到？这能听到。好，那我再拉一下上面啊。就有点若隐若现的那种感觉。清楚吗？就是有点那个若隐若现，就是有声大有声小，你拉底下就得了呗，顶上那个拉的都没有意思。拉哆咪嗦哆，拉哆拉嗦，这个多好。对，你不是刚把这个上面是这样，现在咱们就拉下面了啊。好，我拿下啊。嗯。安娜拿的时候，在连线的地方一定要是一弓。我刚才听你来了啊，在连线的地方必须要一弓。你看这一行的，就是下一行的最后一小节，对，好，那是一弓，不是两弓啊。好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啊，好。嗯。行，那个什么，安娜，你去拉一下好吗？把声音打开啊。安娜声音，安娜声音没打开。你刚才老师拉一下，我给他关了。刚才，好了。嗯，对呀、啊，那刚才老师拉了，你也在那拉，我就听不清了，我就把你关了。听不听哆咪是一种哆咪是一种哆咪错了你叫他拉起来没头啊，你很随意拉的啊，中法一定要按着扑上去了。那你就看这个，不用往远的说，你就说最后一条街走就拉着机构。你拿了几弓？两弓，来一弓，多一弓。
你说是要连弓，就分弓。那是两弓。再看看那是有没有连线呢？对，半弓，抖半弓。对的，啊，但是这个最后一弓是可以出弓啊。好，就你就是弓法呀，你一定要按着这个去。啊，你的弓法一定要按着说，我再强调一遍。你看他跟猛烈一个点儿，猛烈。哪里好像不对？听音符都对，就是弓法很不对啊。弓法一定要它连线的地方是一弓，有连线的地方一定是一弓，有连线的地方一定是一弓。那我没办法。啊，你看最后一个。你看，走，你看我吧，来，你看看我，你注意我的弓法好不好？你看，你看着哈，要听就能听出来，是一弓还是两弓？你看。是一个高五一个，对不对？安娜。对。啊，一定要来用。对不对？不，最后人那个来到。也是一弓，提一下，你听没啦？我跟你讲，就是说有连线的地方，那是三拍，你的弓速要慢一点就好了。你弓速一拉的快，挂拽，到这会儿那个抖就没有了，没有弓了去拉了。注意这个问题啊，弓速够快，嗯，这个可以，这个麻烦。就是熟练程度啊，一定要记住熟练程度啊。我再练练。嗯，那个什么，今天那个今天快到点了，我可以说一说啊。嗯。这个下节课呢，咱们那个学拉下紫竹调。紫竹调。啊，紫竹调你不是有吗？你不是用过吗？我看看啊，紫竹调。有，那个什么，你给拍起来，我马上，我发一下，我照个照片发给他。啊，对，发给群里边，好吗？咱们下一节课呢，完了你告诉他。拉哆嗦咪，是不是那个哈？拉哆嗦咪，拉嗦拉哆嗦拉嗦咪，拉嗦拉哆嗦拉发咪。哎呦我天，这手指头都够忙活了。你有那个谱啊，你就不多上上，完了自己没事练练啊。好，行。那个什么，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啊，就是对你说的问题，朱姐，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哈。